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一个没有人会发现你的地方。你先乖乖待在这里吧，等到所有的嘎瓦斯都撤离之后，我会依照约定带你去见你的宝贝孙女。对了，这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阳有点晒，小心不要晒伤哦。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可以改掉随随便便闯入别人地盘的坏习惯？我有这个习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不用跟我耍嘴皮子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把喇嘎交出来。嘎嘎拉样都已经安排好一切，他希望在最后一场雨之前把所有的嘎瓦斯撤离人世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添乱。我比较好奇，这是嘎嘎拉样的旨意还是你的安排？因为你现在说的这一切跟我经历过的时光道理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哎，